看到嘻哈这边，今天的我们啊，又是要跟小条克星还有天宇一起来玩我们的乱斗足球这张图哦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小条克星呢玩的是饭啊，那我们就来玩一下罗拉好了。那这两位朋友呢，在前三部影片啊。以前的三部影片啊，有跟我一起挑战过挑战赛。我们那次呢，一开始是很顺的，就赢了两场，队友真的强啊，他们两个。不过后面呢，可能是我太累的关系，是真的输得很惨哦，所以非常不甘心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看他们两位今天的表现。香蕉克星果然很强哦，一下就得了两分啊！帮我挡子弹好了。哇，一下两个一起死了，那个雨大打开的真是时候。没关系，我们天宇得分，天宇得分，没得分，可惜。罗拉射程蛮远的啊，来守他了。哇，他们这个三人加攻哦。哇，直接得一个三分哦，太顺了吧那个。哇，刚刚没子弹，不然就死了。不要再进了，我求你，不要再让他们进了。有没有天宇？有没有天宇没进啊？很可惜哦。哦，又死了，好烦哦。不好意思，为什么我每次都玩得那么烂啊？啊，我是干嘛？我要开大招，他丢球给我，搞笑。哇，最后一个三分球领先啊，天宇。香蕉克星得分 ，yes， 最后七秒，很幸运的应该守得住吧 ，yes， 赢啦，很顺利哦，我们的罗拉。哇，我们这次呢玩得很开心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的天宇哦，稍等一下吧。我们刚刚那场是非常的顺啦，比我们挑战赛顺的太多了。如果挑战赛这么顺的话就好了，我多希望挑战赛胜利哦，知道吗？挑战赛我只有在格罗姆那一季有打到最低过，也是获得了的格罗姆，不然就没有再胜利过了。没有啊。哦，他们这个加攻很会，我觉得阿鲁姆大招其实还挺强的、啊。阿鲁不要再乱开大，我跟你讲，太浪费，大招很强，不要浪费。
四手连攻哦。过去。再开一次啊。哇，死了，可惜啊。我觉得卢他真的还不错啦，他攻击力算不低哦，然后射程也很远，因为他是很多发连续的。不过我等级算比较低，所以攻击力也没有到真的那么高。哇，这阿鲁道是强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丢了一个之后，就是不会马上不见。就是他强的地方，所以可能会双重，你懂吗？就是真的强啊！哇，他们得两分，就是对手也很强啊。啊，真的是天不从人愿哦。刚好我们天宇丢的时候才会给他走了，很可惜啊！这次第一场赢得很顺啊，不过第二场算很可惜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记得订阅嘻哈留言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